你永远可以向你中国玩家的操作。我是发现啊，不只是万灵台球可以让玩家秀操作，万灵台球里面全都是什么大招啊、高级杆什么的，但是这个游戏里以上元素啥都没有，但是中国玩家在里面玩的都非常的离谱。平时我也是挺喜欢打外球的，什么高杆低杆我都是信手拈来，无非就是打出弧线还有往回滚动的效果。但是这名玩家打了一杆啊，打出了我前所未见的杆法呀，只是一杆开球那是相当的炸裂。你的球怎么还绕着蓝色的啊？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下面给你看看。打完这杆后也是形成了一杆斯诺克，就当我以为他要输的时候，